同学，请接着看苦灭道圣的最后一句，何名最圣境？圣是殊胜，见是见解，说明除世间的大道才是最殊胜的见解，没有比这个更殊胜。通达到究竟果位，超出等觉之上啊，非常可惜，六道里面的众生居然是盲而不觉，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啊。于是变得眼光短浅，只能见到眼前的小利，不顾身后啊。这个身后不是指后世，是指来年来月都见不到。只顾今天呢，不晓得明天的，这眼光未免太短了。完全依凭自己的妄想，错误的见解，有意无意造作无量的罪业，招来生生世世的不如意。这个现象在先前非常普遍，到处你都能看到啊。有几个人能够想到晚年啊？这不想到来世啊，晚年就很少了。事实摆在我们眼前，他不就这一点那我们就会想到释迦牟尼佛了。释迦牟尼佛十几岁的少年经常讲游四门游四门就是常常出外去游玩呐，出外去游玩呢，
偶尔看到老人、生病的人、过世的人啊，看到这些人是苦啊。立刻就想到的时候，我自己将来要老啊，老了像他这么苦吗？我自己要生病啊，自己将来也要死啊。啊，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警觉心比我们灵敏啊，我们是麻木不仁呐！啊，看到了，哎，那是他了，那不是我。聪明伶俐的人看到他就想到自己，啊，那怎么办？看到这些老病死之苦，没人照顾。更苦了。有智慧的人就知道了，啊，我现在年少，我还有精神体力，我一定要帮助这些老人，帮助这些痛苦的人，啊，修善因呢，将来自己老了病了，就会有很多年轻人来照顾啊。因果循环嘛，啊，种什么样的因，将来你就得什么样的果报。啊，这个不仅在佛法了，世间所有宗教典籍都是这个说法。啊，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啊，这是一般宗教经典里头都这个讲法。啊，这个说法就是因果报应嘛。啊，所以因果是真理呀。哪一个明白人不讲因果呢？啊，佛法里面把它列入三大纲领，对，教学的纲领啊，性相、离事、因果。这个是佛法根本的教义啊，说明宇宙万有的起源，啊，所以我们看到的社会，啊，有这么多苦难的人，立刻就想到自己，他们需要人照顾，需要人协助，啊，我将来也会如是啊。现在不修因，将来哪里会有果报呢？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榜样。他修因了，啊，他时时处处遇到有人需要帮助，他主动就去了。在经典里面我们看到，啊，年岁大的人还在挑水，啊，他那时候年轻啊，
看到年岁大的人跳水很吃力的，马上就把他的担子拿来，我带你跳，送你回家。啊，看到老人穿针眼睛不好了很辛苦，啊，他立刻就帮助他穿。小事，时时刻刻遇到，遇到决定没有空过，啊，真的，像这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一样，言到手到，啊，看到需要帮助，立刻伸出援手，不要人家请求啊。啊，有很多人呢不好意思求人，真的需要帮助说不出口。啊，遇到修行人，这叫修行。我们看到不能帮助，这是错误。把这个错误修正过来叫修行啊。修行是修正所有错误的行为啊，见人怎么能不帮助呢？啊，佛教甚至于我们讲宗教，我的见也就是我的看法都是教育啊。什么叫宗教啊？这个名词仁者见仁呢，智者见智啊，有不同的解释了啊。我的解释，宗是宗旨，教是教育啊，它有它一定的宗旨。教化一切众生啊，用现在的话来讲呢，叫社会教育啊，又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为什么呢？它不分国家，不分种族，啊，不分文化，也不分宗教，啊，不管你信什么教，你到我这儿来都是欢迎。啊，所以呀，都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如果我们把念头转向这个方向来观察，所有宗教都值得我们赞叹，都值得我们尊敬，都值得我们学习。啊，决定不会有歧视，决定不会有排斥。啊，它是神圣的教育。教法教育的方式不一样，教育的理念、教育的方向、结果都是相同的呀。啊，佛教的教学，这是佛门常讲的啊，佛教人什么慈悲为本，方便为本啊。佛陀的教育是慈悲的教育啊，啊，基督教天主教教人什么
我看到凯西报告里头有一句啊，他说基督的精神，基督的意识就是爱。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新旧约的教育是爱的教育啊。啊，古兰经里面真主确实是仁慈的这一句话不知道有多少遍了。啊，每一段经文里头我都看到有啊，知人知此的。伊斯兰教仁慈的教育啊，啊，慈悲、仁慈、爱，一个意思嘛。所以宇宙之间的真理啊，信德的核心就是爱。啊，日本江本胜博士做水实验啊，89年了，在实验里头反映最美的就是爱，谢谢啊！所以他说，爱跟谢谢是宇宙之间的真理在这个世界言语不相同，文字不相同啊，只要是爱这个意思给谁这个资讯反应都是最美的啊！他做过实验啊，用小玻璃瓶装这个水啊，把中国文字的爱贴上去啊，英语文字这个爱贴上去啊，韩国文字贴上去，许许多多国家不同的文字贴上去，水的接近都是最美的。所以他懂得了，水他会看啊。我们有时候看一种文字不能看的，他什么文字他都能看。啊，什么样言语他都能听，奇怪呀！啊，这个就是我说的，植物矿物啊，它是发性啊，发性的本能就是见闻觉知，发性的大德啊，这是本来具足的这个大德。就是爱，就是感恩我们与信德相应，这就是最深见的，这就是净方便的，这就是成佛之道啊。我们走的是圣贤的道路啊。如果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只图自己的方便不顾别人的利害，纵然
眼前得一点小利益，后来果报不堪设想啊！啊，教育的真谛是在化恶为善。化迷为悟，啊，是教化了。你这个教育成功了，啊，根正教育，不能说这个人呢不能教了，放弃了吧，开除了吧，那你教育失败了。教育的成功是真正能把它改变过来，你才成功了。啊，他愚痴，你帮助他了，改变他了，他聪明了。啊，他懒惰，你教他了，他转过来了，他精进了。啊，这个人嗔恚心很重，你教他了，把他改变了，他爱心起来了。啊，这个人简单，你教他，哎，他会学会布施了。啊，这个人自私，啊，你能够教他了，念念他不为自己想了，他为社会为众生想了。这是教育成功啊！啊，教不好，教都没有效果，那你就想想孟子的两句话：“行有不得了，反求诸己。”他没有过失，我有过失啊。我不会教啊，啊，你不能说他不会学，不能把责任推到对方，推到对方永远失败。啊，要回过头来反省，我要改变方法。啊，所以教学。啊，特别是宗教教育，啊，首先要肯定一切众生自性本善，你要肯定这个，所以在佛法里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本来成佛就是自性本善了。啊，他现在是迷了，哪有不能回头的道理呢？啊，我不能帮他回头，是我自己不行，我自己智慧不够，能力不够。啊，为什么佛菩萨能帮助他回头呢？啊，当然这个里头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要自己反省。啊，从自己这一边改起，不能再对方。那么不但你的教学会收到殊胜的效果，事出世间一切法里面你都没有障碍啊，常常反省，常常改进啊，这样才真正能其如，事事无碍啊。
当然这个里面因素很多，你要把不可能的因素找出来，把这个因素消掉，不就变成可能了吗？佛法里面常讲，人与人之间还有一个缘分啊，这一点很重要啊。念佛都说佛不渡无缘之人啊，跟佛没有缘，佛渡不了他。为什么呢？他看到你讨厌，掉头而去，没有缘啊，那要怎么样？结缘啊，要跟一切众生结善缘啊，连冤亲债主都要结善缘。这个冤亲债主怎么个结法了？啊，他对我有成见的，有误会呀。啊，听到我，他心里就不高兴。啊，见到我，他就走了。怎么法？有什么办法？啊，求三宝加持。我们把冤亲债主，这个现在很多人都学会了，在佛菩萨形象旁边供一个牌位啊，立即冤亲债主啊，每天把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他了，不要以为没有效果。有没有效果，是在你有没有诚意。如果有诚意，就会产生效果。那么业障要重，这个诚意要相续一段时间啊，不是立刻效果就现前了。有人几个月，那这算很快的了；有人一两年，有人一二十年。啊，还有人到什么时候呢？到这个冤亲债主临命终时候，他才回头。啊，他才想到，我一生当中遇到这么的某人是好人。啊，我看错了他。啊，这么多年来的时候，我对不起他。到最后啊，他才觉悟。啊，那还是有效果。啊，所以，世出世间圣人都教导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要记住，结从我们这边结起，啊，不从他那边，从对方结是永远解不开。啊，从自己这边结的时候呢，很容易就解开了。啊，这是我常常在教学里面劝导同学们。我们要想真正在这一生成就啊，真正成就就是往生净土古圣先贤教诲，绝对不能疏忽啊，持戒念佛。印光大师好啊，把《安世全书》《感应篇汇编》教导我们当作戒律来学习。
《了凡四训》教我们明了因果，肯定因果。啊，因果里面善恶的标准，在《安思全书》给《感应篇》这两段书里头啊。你不必去看戒律 啊，这个就是很好的戒律啊，我们中国人很容易看得懂啊，因为佛门里面的戒律是从梵文翻过来的，确实有一些文字上不太好懂啊，感应篇汇编跟这个安思全书，安思全书前面一半是文昌帝君应之文，非常好啊！无界十善的许多微细相都说出来了，应当要学。持戒念佛，这才能决定得生净土。啊，只念佛不持戒，不能往生呐。啊，你念的这个佛呢，也不是没有白念，变成福德了。在六道里面享有漏的福报啊，所以这个戒律不能够轻慢呐，不能小看呐。你能把戒律看得非常重要，这是最圣戒。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呀！啊，所以这些要熟记。啊，感应篇跟因智文本文都不长。啊，感应篇只有1300多个字，因智文好像只有700多个字。本文要背诵啊，要熟透啊，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一切事，你立刻就能想到，哎，这个我应不应该做，这话我应不应该说，这个念头啊可不可以起，你就有个分寸了。啊，这个不但是断我修善，转迷为悟啊，都在其中。啊，你要不读，你没有标准呐。啊，没有标准就变成什么标准呢？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做标准。现在这个社会多半都是这样的，都是自己妄想分别执着作为标准啊，自己的标准。所以地藏经上才说，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啊，为什么呢？你的标准跟心的完全违背啊，圣人这些标准全是信德流露啊，不是他制定的，你要把他当他制定，你错了
啊，知道这是性德自然的流露，我们就非常欢喜接受，会很认真的奉行。啊，我顺着我的性德，我不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吗？啊，那是真正的自己啊，是自己自信里头的德能啊，是自信本具的智慧啊，不是妄想分别执着 啊，把自己错误的换成自己正确的啊，自信正，这还有什么话说呢？才真正欢喜奉献啊，持戒修定，法喜充满了啊！你要不晓得事实真相，认为，哎呀，这是佛菩萨他们定的这些规矩叫我们来守，我为什么听他的？你不服啊，你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啊，知道事实真相，这种疑惑啊，这种错误的想法看法一扫而光啊，那个最深见就比什么都重要了。真知真见，佛知佛见啊，是自性本具的，不是外来的。哪一天你明心见性了，你的想法看法跟诸佛如来完全相同啊，所以是佛佛道头啊，我们世间人也说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那我们今天是在凡夫地，向来都是妄想分别做主，都是邪知邪见啊，这个世俗人讲成见，某人成见很深，现在想想哪个成见不深啊，包括自己，我的想法怎样怎样，我的看法怎样怎样，不都是这样的吗？啊，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我的看法跟他的看法又不一样，这当中就产生矛盾，就产生对立了啊！现在所谓意见分歧不能建立共识演变的后果就是不合作不和睦 啊，那么这个社会冲突斗争战争人祸，人祸必然连接着天灾呀！啊，灾难就现前了。你知不知道这个厉害呢？真的茫然无知，不知道自己错误见解
会给众生带来这么大的灾害啊，以为啊，我错了，我错了有什么关系？这是我的事情，不关你的事情。那你知道，真的关系，关系世界，关系一切众生。啊，如果说我的过失，我的错误，与你没关系，与大众没关系，佛菩萨就不要出世了。他出世来干什么？就是因为呀，你的错误观念、错误思想、错误言行，与整个世界有关系，与整个宇宙有关系。所以，感动佛菩萨，不能不来示现教化。你为什么？进入大乘的人才知道，整个宇宙是一体。大乘教里头，我们常常念到，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十方三世佛与我什么关系啊？十方三世佛有你在其中，没有把你漏掉啊！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这一切众生包括九法界，动物、蚊虫、蚂蚁。都是未来佛，植物、矿物、山河大地，《华严经》上讲：“情与无情，同源种子。”宇宙之间没有一法漏掉啊，都包在这一句里头啊。那怎么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动一个念头，一个善念，遍法界虚空界。一个恶念也变法界虚空界啊，我们自己不晓得，自己的心量很小啊，自私自利不能容忍啊。但是你这个一个念头，不管善念恶念，变虚空法界是事实啊。为什么呢？法性啊，这个在大经上我们读的很多啊。信没大小，信没有远近啊，信没有先后。那么你就知道，动一个念头，说一句话，一个动作啊，我们今天讲波动啊，啊，这个波动是非常非常的快速啊，什么电光。简直不能比啊！啊，这个电光的速度太慢太慢了啊！所以我讲思想波啊，我们这个思想波动，这一个念头起，立刻就变虚空法界啊！我们言语、身体的动作，那这是属于物质。这属于物理啊，物理波动速度就慢了啊，范围就有限了，唯独思想没有限的，没有范围的。变法界、虚空界，不管你是觉还是迷啊，无关于觉迷啊。为什么？它是自信的本能啊，自信的本能。经上讲得好啊，在佛不增呢，在凡不减呢，啊，就是我们自信的本能
啊，信德信能在如来果位上没有增加一点，就在阿鼻地狱也没有减少一分。这一句话里的含义很深很深呐、啊！啊，我们是凡夫的，一个念头周遍虚空法界。不能说跟人没有关系啊，那跟这个世间没有关系，那是迷惑错误啊！真的迷了，错得太离谱了。可是六道众生哪个不迷呢？哪个人知道呢？学佛的读经啊，听佛说，有这么回事情绝大多数的人半信半疑啊，谁相信？其如境界的人相信，正德的人相信啊，这个佛经上也常说为正方知啊，你没有正德，你总是听说的你这个心没有根，你这个心不坚固，所以许许多多人一接触到科学，对圣教佛法不相信，认为这不合乎科学啊，科学有证据，这个东西没有证据是为证方知啊。佛法不是讲，不是不讲科学，佛法讲科学啊，佛法叫你证，那你自己不证那就没法子了啊，佛没办法带你证啊，啊佛只教给你一套啊证的方法啊，这个佛教给你啊，佛把他自己修行正果的经验提供给你做参考啊，提供给你做样子，你能够依照这些方法去做的话，你也能真的吗？啊，最根本的这个教诲就是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慧开就真的了。啊，这个慧是经上常讲的，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就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真的了。啊，又是真的什么呢？啊，那用现在科学的话来说，真的，科学现在知道没真的。空间没有距离，时间没有先后，你真的了。空间没有距离，你真真正得啊！你的朋友在美国，你想看看他现在情形怎么样，就在面前
无需要机器啊，啊，我们现在是用电视啊，也能在面前呢、啊，啊，但是总是隔一层。啊，到自己真正证得的，不要用这些仪器啊，啊，空间没有了。西方极乐世界，佛在经上讲的，居利娑婆世界十万亿佛国土。啊，真正证得的时候，西方极乐世界上面呢，就在我家了。我们在往生传上看到啊，临命中的人说，哎，我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了，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在我家堂屋啊。这个人真往生了啊。我们从这一句话里就知道什么，这个圆镜没有了，空间没有了啊，空间没有了，肯定时间没有了，时间就是过去未来没有了啊，时间是先后啊，先后没有了。这是什么境界？这一真法界啊。我们现在讲是空间唯一次突破了啊，这个不但有定啊，而且有慧，慧开了啊，他真实了。那么在历史记载的不止一个人，很多人，慧莲大师一生四次见到西方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就在面前，啊，看到，实际上这个景观，哎，跟《无量寿经》上讲的一样。经可以做证明啊，我见的这个境界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有没有错误，跟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相不相同啊，相同肯定这不是假的啊。他老人家真的是有功夫啊，前面三次见到的从来没有跟人家说过，没提过，最后一次他往生啊，这个时候才告诉大家，现在西方极乐世界又现前了，我应该走。这个境界我很熟悉，过去曾经见过三次，为正方知啊，啊，最甚见的，这是自信本具的真知。啊，佛在经上所说的一切全是自信的真知圣解，我们要晓得啊，我们应当学习。后面一段我们念念就行了。诸佛子，先少世界设四圣地，又如是等四百亿十千名随众生心协灵跳伏啊，每一个地都讲不尽了，
名字太多太多了，略举十个。啊，说法的目的就是随众生心行念调伏。啊，这个是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说法的意趣，八个字说出来了。到这个世间来实现随心引量。啊，不是随自己，随众生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好，现在就讲到此地。